地址的话，就注册地址的话，去我的这一边，然后地址管理这里，然后按添加地址，然后这边的话就要写你的名字咯，就随便写一个，然后这边的话就写一下电话号码咯，我这边就随便写一个，第二。然后这边的话就选我们的地址了，然后这边的话确定吗？它是跟着我们的地址了，然后现在我们人在这边，然后我们就按了。然后这个的话是可以推动的，然后比如说你们要在你们的地方在这边，或者要换别的地方，你就把它拉过来在这边，或者在华丽这里，华丽这里你就标一下，这边也可以中了，拉一下在这边，按这个，对，然后这边就写一下大概在哪里。他那地址已经帮你弄了，然后你这边再写一下，在华丽还是什么，就写上，比如说像华丽的话就写华丽，然后默认地址要弄一下，然后保存。